的。我们就要进入真正的测试了，一共有两个测试内容，分别是灯边漂游和浮板进击。这两项测试分数相加后，按照排名将选出参与游泳项目决赛的人员。我是超新星全运会里面史无前例的一个，去什么什么不行，而且还是倒数。每一个项目的预选赛任世豪都会参加，但是在直播的时候我们仍然看不到他。任世豪努力，对，前面去挑战很丢人。那时候心情很疲惫，就心理上其实受了点创伤。我又觉得当时我太就是自以为是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说实话，我是个有自知的人，但是我要是过了，我要是有直播资格了，那我就站起来了。我下一个目标就是我要当小魔王、大魔王，必须当，男儿当自强。那咱们的测试就正式开始了。那我来说一下规则吧。第一个，灯边漂游，测试者单脚或双脚蹬壁，身体俯卧于水面，双手前伸并拢，将头夹于两臂之间，双脚并拢伸直，使身体呈流线型向前滑行。滑行中身体必须保持静止，滑行距离为其成绩。竞争还是蛮激烈的，希望大家能够努力。大家准备开始吧，加油。